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瘦了40斤，但是脸依旧很大的大姚。我下班喽，现在又要回家去准备减肥餐了。冰箱里面还有之前买的剩下的一些番茄，还有一块巴沙鱼的鱼柳。我就将就这些食材先把它做了，然后明天再去买新鲜的菜。我现在已经到家喽，回家做饭。这是最好的时代。今天成都超级冷的，感觉今年夏天还没有开始热，就已经开始冷起来了。秋天就这么悄悄突然的它就来了。我今天还穿了这么厚的外套才出的门。DJ 求我也猛，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，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，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，左边右边摇摇头，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，指向闪耀的灯球。三雷地花，我心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哪管他是金是银，是爱真情摇摆，忘记中意了他，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蹦迪开玩笑。左手一瓶大绿棒，右手霹雳手套，进去野人的身高都给我往后稍一稍。没事不要联系我，大哥大这没信号。小皮裙大波浪，一扭一晃真像样。他的身上太香，忍不住想往上靠，感觉自己好像梁朝伟在演《无间道》。万万没想到，他让我找个镜子照一照，歌照放，舞照跳，假装啥也不知道。没有事没有事，我对着天空笑一笑，使劲扒拉扒拉，前面是会摇的小黄毛，可气质再次完全被我卡死。哎呦，来全。一起跟我低下头，左手右手往前游，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，好像有事在发愁。你傻呢你啊，心里的花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哪管他是公子家。 Hello， 我今天的减肥餐做好了。这个是巴沙鱼，这上面裹了一层那个鸡蛋，所以它看起来黄黄的，其实它本身是白色的。减肥的人一定要多吃鱼哦，它里面就蛋白质特别丰富，而且脂肪的含量也很少。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画个龙。你的花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，哪管他是金是银，情爱真情摇摆，忘记中意了他，你是最美人家，你知道吗？ Yeah。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前面什么给富二代，我拿脚往里踹，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，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，大背头 BB 机，舞池里的零零七，东北出来跑 DJ 求我也猛，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，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，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，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，在你右边再画个龙，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，左边右边摇摇头，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，当当。我今天的减肥餐又吃完了哦。这个汤汁我就不吃了，我光把鱼吃掉了，因为这个番茄我好像买的有一点太酸了。这个巴沙鱼怎么说呢，虽然是冻品吧，但是它就这样处理一下，其实也没有，其实和新鲜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这样煮出来还是很嫩的。如果大家想要购买的话，可以去超市里面看一下哦。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啦，想要减肥的朋友就跟大姚一起吃减肥餐吧，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